哎，算怎么啦？啊，在路边点了一个快递，我的天哪，什么快递呀、啊？2828，快来来来来来来！姐姐是在路边捡了一个箱子，这里面是什么呀？哎呦呦！我听里面怎么还唰啦唰啦的响呀？刚才我和姐姐那怎么呀？这是个？哎呦，这这里边是个什么呀？这哎呦，那怎么还动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别人不要的那个小狗，是不是扔箱子了？小狗会叫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小猫，小猫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它喵呀，它怎么没动静啊？它没有动静啊，那是什么呀？看这，哎呦，我天哪，哎呀，不会是个小老鼠吧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肯定不是，肯定不是，那不可能往这个箱子里。对呀，那也不可能啊，那老鼠肯定把这个箱子都抓烂了，是不是？那是什么呀？你打开给我们看看呀。然后你打开打开打开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慢点慢点，别再跑了。哎呦，我去看看，我看我看，等等，我看我看我看。我看看，嘘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哎呀天，这不是个布吗？这啥也没有啊！哦哦哦哦，你看着，哦，洞了底下。我的下面有东西，我看看这啥呀？啥东西啊？哎呦我的天啊，啥没有啊？啥没有啊？撩撩开！哎呦天哪！哎，我看到一个白东西，哪了？哎呦我天哪！哇塞，原来是两只小兔子呀！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哇，好可爱呀！我还以为啥都没啊，它到我手了，吓死我了。